一打开 IQDS 的电源，你就能进入 Pig to Chat， 在聊天中体验涂鸦的乐趣。在下方的屏幕上完成你的节奏后，点击发送。这就是 Pig to Chat。你还可以把别人画好的东西复制下来，加上自己的修改。最多可以有16个朋友和你一起进行 Pick the Chat， 只要有创意就能自创新的玩法。下面介绍一种玩法，大家来试试涂鸦接龙游戏吧。每个人根据上幅画面的内容用画画进行接龙。有人说画如其人，你的画一定要展现你的个性和想象力哦。还有一种更有趣的玩法，大家按顺序接着前一个人画的接着往下画，最后就能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图画。想做自己的动画吗？巧妙运用复制功能，一点点地加上动作。一幅生动精彩的动画就完成了，快和朋友们一起欣赏吧。和朋友们一起创造更炫的玩法吧，没什么比这更有趣的了，这就是 Pick to Chat。